各位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看普世丰盛合唱快讯栏目。感谢神的恩典，随着11月6日在台中新天地旗舰店最后一场参会的顺利结束，2023年台湾普世丰盛生命协会举办的聆听合唱呼声请来帮助我们四场参会已经圆满结束。感谢神的保守，各场参会均看到了神荣耀的彰显，请看详细报道。2023年台湾普世丰盛生命协会四场感恩参会已于11月2日至6日之间，分别在台湾嘉义、高雄、台北、台中等四地举办。神呼召了近800位对普世宣教有负担的牧长和弟兄姐妹们前来参加。第一场参会于11月2日在嘉义乐义皇家宴会馆拉开序幕。嘉义参会是普世丰盛生命协会第一次举办，感谢当地宣教伙伴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进行。另外三场参会分别于4日在高雄、5日在台北、6日在台中举办。台北参会由林慧君牧师司会，其他三场参会由协会南部办公室主任余茂阳牧师司会。每一场参会都从热烈的敬拜赞美开始，台北参会继续由台北天用诗班带领敬拜赞美，高雄参会由好消息教会带领敬拜赞美，台中参会由亚斯兰灵粮堂敬拜团队带领，嘉义参会则是由普子会幕堂带领敬拜。之后由协会秘书长庄泽芬牧师介绍事工，包括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在东南亚及其他各宣教合场的事工。分享影片由美国总部的多媒体部整理编辑。普世丰盛生命中心总主任周淑慧牧师特意从北美赶回台湾，在即将迈入90高龄的年纪，依然靠着神所赐的体力和精力，连续参加了四场参会，并在参会中传讲了聆听合唱呼声这样振奋人心的信息。无论是事工分享还是周牧师的信息，都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了出席参会的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仅使得多年来一直忠心支持普世的各伙伴们更多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未来事工的重点和方向，更是借着各宣教合场的工作果效和见证，感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宣教事工，共同成就大使命。事工介绍和信息分享之后，众人带着感恩和喜乐的心，享受聚会场地所提供的美食餐点，来自不同教会和机构的主内肢体们一起享受盛宴的同时，也彼此认识、分享和交流，其情其景宛如在基督永恒的国度里享受神的盛宴，实在是好的无比。盼望每一次参会的分享和见证都能成为新的起点，在这末后的世代，让基督的真光照亮每一个不曾有福音传道的黑暗角落，神的儿女们也满得激励，带着更大的信心和力量踏上普世宣教的下一步旅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